再来个猪蹄汤，别放盐啊，酱油也少放点儿，这个对奶水好。对对对，这都是好东西，对孩子好，大补。哎，这可不能喝啊，这里面有色素和防腐剂，喝了对奶水不好。渴了，来喝水吧。哎，嫂子，你今天是不是化妆了？这带孩子的人怎么弄化妆呢？那东西都是有害的，孩子吃到肚里可怎么办？我平时也不化妆的，主要今天也没有带孩子，就简单化了一点。那也不合适啊，嫂子，我找有卸妆巾，卸了吧。赶紧的把妆卸了，都当妈妈的人了，谁看你呀、啊？这痘痘姐卸了妆也没啥区别。是啊，看着比咱乐乐的皮肤都好，连黑眼圈都没了。嫂子，你得使点劲儿啊！这么轻轻扫怎么能卸掉呢？来，我给你卸。你干嘛呢？哥，嫂子化妆了，对宝宝不好。这化妆品是我买的，不用你操心。三分能加芋泥，给你点的热的。又给他买奶茶，正喂奶呢，能喝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吗？这东西会混到奶水里，你想害孩子吗？汤来了，正好汤来了，喝这个，这个好下奶。这个汤还是免了吧。豆豆他也不爱喝，就算不下奶，孩子也可以喝奶粉。还有这个东西本身也不好消化，反而更不健康。对了，还有，我给你嫂子买的化妆品都是安全无害的，她不仅可以化妆，还可以敷面膜做保养，你就别瞎操心了。我们也是为了你俩好，她奶水好，能照顾好孩子，你不也省心不是？豆豆半夜起来喂奶，我肯定要起来陪她一起喂，这是责任。那份在床上呼呼大睡的省心我不需要。我们不也是为了孩子吗？不要跟我说什么为了孩子，我会保护好我的孩子，也会保护好我老婆。服务员点菜。来，多吃点。谢谢妈。怎么了？妈，你怎么炒了苦瓜呀？我以为是丝瓜呢，这苦瓜太苦了，我吃不了。这良药苦口，这专家都说了，这苦瓜清热解毒，还美容养颜，还抗癌呢。这苦瓜芯儿我都去了，还过了边水，哪有那么苦啊？我吃的正好。正阳，你吃的苦吗？妈，这不是苦不苦的事儿，豆豆打小就吃不惯苦瓜，您做的再好也没用啊。我辛辛苦苦给你们做菜，为你们的健康着想，反倒成我的不是了。那既然吃不惯，吃多了就好了。来，吃吧。妈，没事，我挑出来就好。切，不是会挑吗？我看你这下还怎么挑？来来来，你们年轻人啊，一天也不喝水。妈今天特意给你榨的猕猴桃果汁，补充水分。谢谢妈。妈，您这是猕猴桃汁吗？您是不是放苦瓜了？这跟猕猴桃一块儿榨的，你都能喝出来。妈，都给您说了，豆豆他吃不了苦瓜，您还故意为难豆豆。那以后豆豆有什么忌口，还敢告诉您吗？不知道还好，知道了您天天给他做。我可没有故意为难他啊，我这是帮他适应食物，防止他挑食。确实，炒成菜我还能挑出来，您这榨成汁儿，我想挑都挑不出来了。您可真行。妈，这苦瓜汁我倒了啊，劝您以后还是收收那些小心思。明明是他这也不吃那也不吃，真没见过谁像他这么矫情。行，开饭了。妈，我反思了一下，之前您让我吃苦瓜确实是为我好，我不该那么不懂事儿，所以我今天特意炒了您爱吃的土豆丝给您赔礼道歉。这就对了，以后不爱吃的东西啊就逼着自己多吃，吃习惯了就爱吃了。是啊妈，您说的对，快尝尝我炒的土豆丝味道怎么样。哎呀，您炒土豆丝怎么还放姜啊？你不知道我不吃姜吗？妈，刚才不是您自己说的不爱吃的东西要逼着自己吃吗？是啊妈，这姜可以祛湿除寒活血化瘀，可是好东西，特别适合您这种体寒的人，我这也是为了您的健康着想啊。再好的东西我吃不惯，我不吃姜都几十年了，你不知道吗？原来您也有吃不惯的东西啊。
您能接受得了自己不吃姜，为什么就接受不了我不吃苦瓜呢？我看啊，您就是拿着没有用的事儿来满足自己的控制欲。这任何关系都是将心比心，以心换心。您怎样待我，我就怎样待您。所以以后您想让我怎么对您，这得全凭您自己说了算。如果您二觉得我让您吃姜为难的话，那您就把姜丝挑出来吧。这姜丝和土豆丝都长一个样，你让我怎么挑啊？不着急妈，这可比您的苦瓜汁好挑多了。您就坐这儿，一根一根的慢慢挑。他怎么敢这样对我的女儿？路人，妈，我回来了。哥，哎，娜娜，你来了怎么也不说一声呢？她哪里还好意思说呀，让人欺负的都待不下去了。她那婆家呀，简直就不是人。哎，娜娜还没吃饭呢嘛，我去做饭啊。那快去吧，我想吃鱼。行，来吃啊，快，嗯，不生气啊。娜娜，来来来，你们先吃着啊，锅里的鱼马上就好。哎，嫂子，我有点渴了，去帮我倒杯水吧。啊，好，水来了。水怎么这么烫呀？我要喝凉水。放一会儿不就凉了吗？就一杯水的事儿，你再去倒一杯不就行了？啊，对，我去倒。豆豆，这菜也太油腻了吧？去洗个苹果吧，娜娜她爱吃苹果。妈，豆豆还没吃饭呢。洗个苹果不就是分分钟钟的事儿吗？那我去洗吧。没事，你坐吧，我去。来，娜娜爱吃的苹果。你这苹果切都切了，怎么不顺带削个皮啊？我从来不吃苹果皮的，快切去！你自己是没手还是没脚啊？你嫂子给你洗好了、切好了，你怎么这么多要求呢？想吃削皮的自己去削。我不吃了，行吧？嫂子，这都半天了，我要吃鱼鱼呢。哎呀呀，消气。鱼来了。杨豆豆，你不知道我女儿她不吃清蒸鱼吗？她爱吃酸菜鱼。妈，小妹来家，豆豆忙活到现在一口菜都没有吃，还被你们像保姆一样使唤，是不是太过分了？郑阳，你妹妹在婆家受了那么大委屈，你忍心让她去干活啊？就是呀，哥，就这些在我婆家都是家常便饭。郑阳，不是我说你，你这老婆你总不能一直惯着她呀。我不管，我要吃鱼，酸菜鱼。还吃什么酸菜鱼啊？吃咸鱼吧，我眼前就有两条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说谁咸鱼呢？我说谁，谁心里清楚。妈，您的女儿是别人家的儿媳，她在婆家受了欺负，您会骂她婆家不是人，难道我就不是别人家的女儿吗？我对你们百般忍让，不是因为我怕你们，而是因为我不想你儿子在这个家难做。但你要真把我惹急了，我也是有脾气的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礼让三分；人再犯我，我还一针；人还犯我，斩草除根。别忘了，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。今天这菜不想吃是吧？那就都别吃了。